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嗯，整的还挺文艺呀、啊。我醉了，我。那如果是女生看上一个男生，有什么成语或者是段子吗？窈窕君子，淑女，好逑，喜欢泡妞。女追男隔层纸，切，女的如果去追男的，隔层纸追到的那个男的，也不一定。我反正是觉得还是男追女靠谱一些。美女爱英雄，哇哦，谢谢 F 蝈蝈的全程聚焦，谢谢。非常想点了，不是我在，你真的很会说，你这个满嘴都是这个又被你收，那个又被你收了。我觉得人真的要爱护自己的牙齿，做牙真的很痛。
我每天开播发一个福袋，但是我觉得没办法，谢谢关注，随便加一下。是不是？反正我看惯了自己直播这样长这样的滤镜，有的时候换一个滤镜我真看不习惯了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谢谢。谢谢灯牌，好奇怪啊，今天好冷淡啊，这个直播间，难道是因为我太安静了吗？可能不是。谢谢超哥哥的烟花，
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也没什么，不化妆也就这样似的。我是福州的，时间到，闭上眼睛放松一下。为什么抖音提示我叫闭眼睛放松？可以加个粉丝团哦，这里加个灯牌。过程不完了，对，我们就拆生肖，拆不对的话就做五个蹲起吧。嗯嗯，好，好，那我闭麦了。嗯，你再回答一个。
有没有什么劲爆音乐呀？我有没有什么歌单分类？我看一下。我快睡着了，更没有人救我了。听一下这个吧。这什么呀？命啊！啊，我真的快疯了，大家，我真的播不下去了。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，也没奇迹。谢谢双 Q 的礼盒，我还一分钟啊！谢谢双 Q。气势不能输，家人们，我们别害怕，不就是差了2000多票吗？咋办呀，大家？我们还有40秒。非常烦啊，我们直接惨败了的一下。谢谢送的星星啊，人快没了。惨败呀，大家，这怎么办啊？下午要过段时间。谢
谢谢双 Q， 谢谢我感谢。等一下，我开个声音 ，Hello。我们对你写，我们输了是干啥来着？那个猜哦，猜生肖是吗？对，你写一个我猜，然后五个蹲起猜错一次，这个只能碰运气了。好，我写，我拿这个写。好，我写好了，你猜吧。猪。错。兔子。错。狗。错。啊，还有什么？我想想。老虎。错。怎么办？羊。错。龙。错。蛇。错。马。错。还有什么？怎么会这么难？鸡。错。啊，我要做好多个了，还有什么大家？龙。哇，谢谢入团。哦，是那个，谢谢会员。龙吗？错。我看一下，牛。对了，就是你不会所有人的。我写牛。那我要做。你做十个吧，好吗？也行哦，行吧，谢谢。欢迎我们家李儿。还有几个？欢迎我李儿，谢谢会员，感谢家中的。